乔木，一到秋冬夜则转黄，果实熟后的皮风寒燥素，去污力强，古时用以洗条器具，衣物头发叶为偶数五状，树叶小叶五八对，叶色淡绿，由小柄叶护身，卵身披针的或镰刀形，先端尖锐，基部歪直，全圆表面绿色光滑，圆锥花顺序针的叶粗小，花小型，单性或杂性，同株或异株，核果球形，基部有一凸起，熟成茶褐色，并作树，种子黑色。台湾民间以无患子木材成制成的木棒驱除魔鬼，消除灾难，因此叫无患。用途：木材可制香柜，果树内皮和果实很简洁，可以洗掉一只等公主和草席。产于全等阔叶林之下，喜马拉雅山脉、印度、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琉球。